哎，大家伙儿早喽！8月2号星期二，天还黑着啊，不到5点。为什么出来早呢？今天又是蒸热闷。这确实啊，南方小伙伴看这温度不算什么。但是我是北方的小伙伴呀，对不对？今天出来早就是今天要跑个小课表，20组的1分钟快慢。先是2公里热身，然后就开始，所以先录一段，然后快跑完的时候咱们再见，明白？现在是刚跑了900米，觉得湿度特别大，这两天北京的湿度特别大，90多，今儿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就是这一身跑步的衣服还没有全干呢，哼！而且不是因为昨天洗了没全干，我一般，最多也是2、3天头一次，就是出了汗，特别可怕。带了一大包水，不知道一会儿影不影响摆臂，趁着太阳还没出来，至少今天跑东边，不去故宫了，应该好吧？那咱一会儿见，我也调整一下心态，哼，加油干，加油干！还有最后2组啊，开始背心湿透了，透透的，4秒。19组是282的功率，1分钟跑了310米多，也可能是不到，反正告诉我0.31，我心率180。结束啊，平均还是282的功率，但是是0.32公里。你这就是功率的意义啊，就是有可能是你花在了其他地方上，
也有可能是上下坡。光看配速，最后一组是比上一组快的，但是其实用的力，如果我们严格的说，假设功率是准的，那用的力是一样的。这种绑鞋上的传感器测功率，在户外跑啊，应该是最准的。也许都没有之一。啊，最后2公里的冷身。看心率多少啊，169呢，差不多，其实比前两天没这么热的时候降得慢了一点。行，我得把这个手持的关掉了，今天太顶了，太热了。关掉之前大家看一下啊，什么材料，这是前两年的 Nike 的竞速的，他自己最高端的材料，湿透了也会贴，不知道镜头里明不明显，看。而这个没有今年那新款材料的干得快，但是差不太多。如果这一款就这个材料的有好的价钱可以买的，因为这比今年那款透气相对啊，但是其实就这种天气根本感觉不到气，就是你觉得你吸进去的都没有，何况打在身上呢。哎，跑了又跑了2公里吧才缓过来点，呵，背心拧了好多水出来。通过这个拧水，我能对比一下啊，这件和今年新的那件比，可能有25%的差距在排水上，感觉啊，纯凭感觉，不负任何的科学责任。看这工人体育场封顶了，还在紧锣密鼓的施工。行啊，那咱们进入话题。昨天说今天聊聊身材控制管理跑者。前两天我看一个人说，控制饮食不是节食，说的对，就非常对。我跟大家说了好多吃各种东西的热量有多可怕，也不是让大家节食，但是呢，是这样，这两个观念呀，很多人搞不清楚。或者说很难掌握和拿捏吧。你们看啊，减不下去的人基本上就是把控制当以为自己在节食，其实他是在非常一般的控制饮食。反过来的人我其实还没生活中还没见过，因为把节食还不当回事儿的，一般最后就很快就会发展成一些厌食的问题了，自己就会意识到的。而且我的不成熟的小观点就是，能狠下心来真的节食的那种人，其实相对理智，相对可能能更容易发现这问题，他就纠正了。所以今天主要说给那些把控制当成了自己其实已经节食的人，就是你看好多短视频博主，咱不是说人家不专业，但是呢，他可能为了其他的目的会说一些比较夸张的话，就是你照这吃，又能控制热量又不饿，就特别不饿，饱饱的，是吧？老听这种话吧。这个，会从一个方面误导您。我的观点是，没有专业的营养师指导您的话，就像那些明星球员有一对一的营养师，
没有这种的话，您只要控制饮食，100%是会饥饿的，100%。因为其实我们成年人呀，很少会每顿把自己都吃特撑，你平常的饮食的正常量就是你吃饱了，对吧？有的人说吃得快的人可能脑子没感觉到饱，还在吃最后几口撑了，也有。那他如果顿顿这样的话，这就对他来说就叫吃饱了。真正有营养师的人按照这个营养师给的食物吃，其实啊，说实话，他也不解馋，他也饿，只是说，就像前两天我说，专业运动员跟我们不一样的点，就是有个人跟着你，非常了解你，你知道他非常了解你，并且很信任他，就像给你制定马拉松的比赛配速一样，就告诉你，跑2小时40肯定没问题，你会相信的。营养师跟你说你吃这个正合适，并且最健康，你就相信了，然后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的饥饿。虽然生理上肯定还是会有一些饿的，它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只要你控制饮食，肯定会饿的。不要一觉得说，哎呦，我觉得饿了，是不是我过了？我应该多吃点，我控制的过分了，不是这样的。然后再说，有那种怎么吃都不胖的人吗？我觉得不能说的绝对，但是呢，绝对没有平常大家说的那么多，因为人家跟你说怎么吃都不胖，其实就算我们是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家人，你可能也很难通过一顿饭或者几顿饭甚至几年的饭去判断他到底吃进去了多少东西，因为饭是一口一口吃的，你看着电视说着话，对不对？咱们国家中餐又不都是分餐制，就算是西餐制分餐制，像我家中餐有时候也分餐制，也很难预估。我那天自己就是默默的观察家属的饮食，我也很难预估的。所以他自己跟你说怎么吃都不胖，其实他觉得多，可能你觉得不多。就算你俩在一起吃，你看着他吃了好多，也不一定，因为推荐的速度啊什么的都决定。你看我有一个同学，我们从12、13岁就一个学校，跟我家属一起都是一个班的同学，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走动。女孩90多斤，上学的时候也就特瘦特瘦，但是呢，所有人看着她吃的都，就也不能说多，就是说正常吧，不少。到现在你看，我们都37岁了，还90多斤。然后在我们家做客，有时候跟我家属看电视，我跟那儿忙东西，然后晚上要走了，不在家吃，中午来吃饭，可能一般下午3、4点还点外卖，点了个酸奶，就那蓝瓶子那个牌子的，吃了一小份酸奶，跟我们说晚上就不吃了，不饿。然后有的时候呢，说晚上还是想吃面，闲聊天的时候说，有时候点个担担面吃就结束了。那种担担面我也看过，就那种跟景区似的那种小碗的，出去吃饭也一样。但是所有人说，哎，对这人什么印象呢？还是吃东西挺香的，就这么个评价吧，不是那种抠搜的。这就是个代表。我们有一同事小男孩，也是特瘦特瘦的，也不人家不节食，就正常吃，而且说实话吃的就跟普通人差不多多。但是呢，我悄悄的那时候我们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把他跟我们比较胖的同事做过对比，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同样端一个碗坐在那吃饭，吃进嘴里的东西可能也就是胖同事的一多半，但是大家看着他吃东西也都挺虎的，就是这样。因为真正吃的多不胖，大部分时候是甲亢，知道吧？因为你的能量进去，它总得有地儿去啊。那如果不运动，
每个人其实每天干这些事儿，吃喝睡上班，只要都是脑力劳动的话，总这样消耗都差不多。为什么甲亢的人热出汗呀？就是那热量燃烧在那儿了，那能量。或者您不自觉的抖腿，一抖抖一天，那可能比不抖的小朋友们消耗的多一些。也就这样了，那得有地儿去啊。所以真的怎么吃都不胖的人，几乎是很少很少的，要放正这个心态，您绝对不是其中的一员。还有就是只要控制饮食都会饿的，不是说饿了就是节食了，就是控制过分了，你只要控制就会饿。你不信，你平常晚上吃一碗米饭，几个菜，几口菜，你今天改成半碗，你试试，你肯定饿。这绝对不能叫节食，我晚上还不吃米饭呢。行吧，给大家伙敲个小预防针，不能说，本来想说警钟的，觉得不好听，预防针吧。因为又要到，再过一个多月要进入秋天了，然后夏天其实是瘦身控制身材的一个好的时机，因为胃口也不是那么大，到秋冬有难度，到明年三四月再着急就来不及了。而且如果您准备今天秋天的比赛，现在就得开始了，不管有没有比赛，现在得开始了，你不能临比赛前一个月还那个严格控制。行，绕两圈回家了，今天话题结束。哎，8月2号星期二清晨6:19，训练结束啊，还是凑足一个半程马拉松，1小时34，全程的平均配速是4分30，心率是157。今天是跑的课表啊，所以平均数据没有太大意义。跑的是一个，先是2公里热身，之后20组，1分钟快慢的交替，就是1分钟快，1分钟慢。快的那1分钟呢，应该在前几组都在3:30至3:20之间吧，然后后边呢可能能到3:10、3:15附近。一开始的心率呢大概是能顶到160多，后来就170多，最后一组呢差不多180多，还是很有效果的。就是夏天，为什么夏天练强度呢？有的时候呀，这种短距离的强度课，怎么说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吧，像咱们在马路上跑，像我这样的，很难冲击到那个这个心率的，几乎不可能。冬天有时候我停时间跑也就是140、150，最时间跑可能到160，但是夏天呢就是能够让这个心跳再稍微快一点。其实心脏也是肌肉嘛，我赶上这个垃圾站收垃圾，太可怕。行，今天跟大家伙聊一聊饮食控制，就是小误区，千万别觉得说现在这个饮食计划吃着特饿，或者有一点饿就觉得控制过分。其实不会，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行吧，只要是控制饮食，只要跟你现在的正常情况不一样，那都是会觉得饿的。像今天这个训练太顶了，这个都湿透了。小伙伴问怎么避免鞋湿，其实你看我穿这种半弹的短裤可以避免一部分，就是在短裤这儿它就给吸掉了汗，然后往外排。然后夏天虽然热啊，但是别穿那个特别矮的那种矮腰的袜子，中腰的就行。你看就我这种这么高的，很多时候在袜子这儿就解决了，是吧。行，我也只有在帽檐朝后，就是那汗往后背顺着那么流的时候，鞋会是正常跑。像这个气温现在不会了，前几年会，就像我说那个之前 Nike 织面的那种还是很不透气的，那个如果今天这个天大概跑个4-5公里，鞋里应该就湿了，就会磨泡。现在这个新的材料都非常的透气，科技真的在改变生活。好吧，今天又是
第二天的强度课，那回家好好休息，然后咱们明儿再见，大家加油干啊，加油干。